Hello? Hello，好，我现在在试，因为我现在调60张，然后我画质有跟卤蛋我参考一下卤蛋的那个画质设定干嘛？我等下玩的时候，大家帮我看一下会不会模糊，我再考虑要不要调回30张之类的。因为这个游戏我觉得动比较快，所以我觉得。画面好不好？用这个游戏来看比较简单这样子。我现在上传开2200，昨天也是2200啦，但是对，看看 O 不 OK，看看 O 不 OK。对，我本来是要打 D3 啦，可是 D3 那个动态它不会开六十张开错的时候会钝到不行哦，真的哦，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如果真的动起来很夸张的话，可能还是换成30张吧。我试试看。希望可以比较顺一点。应该是 CODAW 啦。我试试看。现在这个，其实昨天那样，最近手又开始麻了。好，试试看啊。Team Deathmatch. Sight them up and put them down. 对，因为上传也会有关系，所以。跟昨天比有差吗？有比较好吗？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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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What the fuck？ 找不到，找不到人。Trey Bradio。
ready. 没枪了。Friendly UAV above. Orbital care package on standby. Launching care package.是什么？然后什么东西啊？看不懂。Ready for action. Whoops. 这什么？看不懂，这个是什么？哦，好酷啊！好爽啊！算是三小。UAV recon standing by. Friendly UAV above.Enemy assault drone in the air. We're winning. Enemy UAV online.站喽！快换枪！Friendly excess one Vulcan inbound. Enemy UAV online.Our UAV is online. Care package inbound. Friendly UAV above. Tango taking cover near one. Vulcan on standby. God, this has no use. Friendly Vulcan above. Friendly Vulcan above. Finished. Nice work, Sentinel.还好吗？还，因为玩一半就没时间去看。应该还好。还 OK。不过，没有，也要我自己看一下，可能才比较知道。因为我昨天看那个画质，我不太能接受昨天那样子的画质，很顺啊，蛮多人很顺，那就 OK 了。我自己玩了，我也觉得很顺，我觉得动态很糊哈，看。
这个动态还是很糊，就可能没有办法，会有点马赛克，对不对？王跟说动态有点马赛克。不知道动态怎么改善呢？因为，上传再往上加是不是？上传再往上加，如果张数会掉。如果张数往下调，比如说30张的话，会不会好一点啊？因为我觉得不糊比较重要，不然像这种游戏跑这么快，这种游戏速度这么快，很糊的话，小张的你们看不太到吧？我是小轩，远方的敌人之类的看不太清楚吧？是不是？对啊，我一方面也怕上传调太高，有人会不行，有人的电脑会。对，有人家里的网络可能会看不清楚，这样，那这样子当然不好啊。靠呗！我看一下。网络要撑得住2000，2000应该是 OK。张数稍微向下，上传略微调高。嗯，我也是这样想。东部枪了还打不死，太夸张。这场的画质没有上一场好啊啊，有差，我没调，我没调哎、欸，太夸张了。想要看的时候一定要牺牲某些东西，比如说电脑不好的观众。牺牲观众，哎哎哎哎！Shit！你也吃不中，我也吃不中。喂，哎呦，看不见。我看一下。
厉害！好晃！什么东西啊？这怎么能玩到保命状态？哇，这个进的好弱哦，这把输喽。Failure is unacceptable. Atlas leader out. 我看看啊，应该还可以吧。我很想自己看一下。顺，但是很模糊。FK 840滴滴哦。我现在没有在玩 DOTA 2了，今天没有麦卡贝。那你觉得我们要？你觉得我要调成把它改回30张，然后高一点吗？然后就是改成30张看看吗？还是还好？还好哦，都增长，好吧。超级要求画质，还好，还好啊。动态模糊，昨天的我不太能接受。我调一下好了。